就由老夫接手了。真是多亏了您呐！来来来，请多喝几杯。这里就由老夫接手了。世元认真起来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小心了，小心了，这里就由老夫接手了。欢迎光临。今后也请您多多关照。小心了！
这里就由老夫接手吧。接手吧。根据报告，徐叔在新野的时候，徐叔大人。敌人竟然已经攻到了这里，就算击，你说这里被烈火包围，要我快点离开。差不多就是这样吧。如果世元认真起来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知道了，一定会很。喂，曹操，要是觉得不甘心，就过来这边吧。何其露骨的挑衅！看来他们只能靠搬弄手段来寻求胜机了。敌军已经示弱，将其彻底击溃，决出胜负。全军向敌军的大本营出击。
何计谋，我都绝不会输。在我的霸业脚下，消散吧。再怎么努力奋战，也是无力回天了。大义轻敌将成为你们的败因。周瑜、黄盖，点起熊熊烈焰吧。不得不再次撤退了吗？但是我的霸业还没有溃败，敌将已被老夫击败了。了不起，请保持这个状态。敌人的第一轮攻击防住了，距离下一轮风向已经转为了东南。周瑜大人，好时机。将军已经打开了道路，孙武的众将士们奋勇向前，今天就是剿灭曹操之日。曹操，这次不一样了，等着吧，曹操，我们来取你的首级了。